欢迎来到名流吉拉拉学网，我是王老师。在这部影片中，我用的是法利达的 D67 全单吉他，还有 Comfort Strap 吉他背带。如果你对这些产品感到兴趣，都可以在下方找到商品的连结。影片一开始的示范是黄义达的《那女孩对我说》前奏弹法，这首是用 G 大调的音阶来编。我们来看第一行，第一个 G 和弦，它的按法是这样子。那它搭配第一个音是中音咪 ，G 调的中音咪是在第二弦空弦音。那咪框起来就是要弹 G 的根音，还有咪两根弦要同时拨出来。咪，好，再来低音 so 是第四弦的空弦音，大拇指来拨，所以是咪 so so re 的时候，左手的中指移过来第三弦的第二个 re。再下一个和弦是 D 昂升 F， 这边我们只要用大拇指来扣第六弦第二格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那它这个 Re 前面还有一条这个圆弧线是延音线，延到后面的这个 Re 它不弹，但是它框起来，我们要拨 D 昂升 F 的根音是第六弦，就是第六弦直接这样拨就好，不要再弹 Re 了。好，拨了之后低音发。G 调低音发第五弦的第三格，无名指来按发发咪的时候，中指这个第五弦第二格咪，这样这是第一小节，我们再合一次。好，听起来像这样子。好，再来下一个小节是 E minor seven，E minor seven 它的中指是压在第五弦第二格。那你可以压也可以不压，因为现在弹不到第五弦这边，它框起来是要拨 E minor seven 的根音是第六弦，直接拨，然后再来它后面的音是中音哆，第三弦空弦音，所以根音哆这样子而已。好，再来二三拍写两条横线，这边是它的音自动延续，所以我们就等二三。四第四拍零，这边是在停顿半拍的意思，停，然后才弹后面的 re， 中指第三弦第二个，搭配 D on 三 F， 它的根音是第六弦第二个嘛，第三、第六两根弦这样勾起来，好，所以 E minor seven 还有 D on 三 F 这边我们再算一次拍子哦，先根音哆二三四 re， 好，第四拍后半拍。Re 加 D on 三 F， 好，再来后面 G 和弦又重复，好，再来发，用食指来压第二弦的第一格，发，然后延到后面是 D on 三 F， 大拇指一样扣上来第六弦第二个嘛，好，那这个发有延音线延过来，所以它也不弹，弹根音第六弦，再来低音 C。小指伸长一点，伸到第四弦的第四格，好，这个是 G 调的低音 C 两下，好，再来 Do 第三弦空弦音 Do Re 上面写 H， 这是垂音，就是第三弦空弦音弹出来之后，左手的中指垂下去，第三弦的第二格，这样子 Do Re 垂音。好，这个 G 还有 D on 三 F， 我们再合一次哦。听起来像这样，在后面又是 E minor seven 重复，哆二三。好，第三拍后面 Re mi Re 第三弦第二个中指来压嘛 ，mi 是第二弦空弦音，再来 Re 第三弦。好，在后面的 Re。搭配 D on 三 F 跟音第六弦第二格，这样一起勾起来。好，这个 E minor seven 和 D on 三 F 再合一次，二三，听起来像这样子。那下一行很多都重复，我们也合起来哦。二三四，第四拍后半拍低音 so。第四弦空弦音直接拨，好，再来 A minor seven， 食指是压住第二弦的第一格，中指第四弦的第二格，这样子发第二弦跟第五弦一起勾发，
再来第一拉是第四弦，第二个中指已经压好了，发拉咪的时候啊，左手食指放开，咪是第二弦空弦音，然后 re 中指来第三弦，第二个搭配 D7 的根音是第四弦，两根弦这样勾起来，然后沿到后面的 re 不弹，弹后半拍的 mi re， 这个 mi re 上面写 S 是滑音，那我们要从第三弦的第四格，这个是也是 G 调的 mi 啊，好，中指压住这个音之后勾了，中指就滑回第二格这边，好，这样子要压紧，声音才会这样连续过去哦。好，这个 A m i 7还有 D 7再连一次哦。好，再来换 G 和弦，搭配 Do 是第三弦，跟音第六弦一起勾起来 ，Do 低音收第四，发食指第二弦第一格，高音 Do 第一弦第三格，小指已经按好了。好，再来后面 Mi 第二弦空弦音，再搭配一次 G 的跟音第六弦。这样子，这个 G 再弹一次哦。好，到了这边是属于前奏的部分，我们慢慢再合一次。嗨，我是阿龙老师。如果这部影片有帮助到你，请帮我点击订阅和分享哦。